街嘛，都要告噶啦。點解咁多人入到阻成個佔中嘅都冇嗰個代價嘅？我翻嚟香港執業大律師，我第一年發覺咧，成日裁判處坐喺度咧，日日坐喺度有兩個鐘頭聽咩咧？即係啲叫做阻街，好多阻街案。一個小販攞架車仔又拎上去差佬阻街啊嘛，要罰噶。啊，罰完之後你中咗咧，拎走你個車仔，再唔聽話就要坐監。讲占中啦，占中大家觉得咧话，最紧要就系要去清场，唔系清场，最紧要就系要俾入场费。你要入场，你要付出代价。你应该封咗个范围，你要入场啦嘛。警察唔使清场，入场俾身份证我睇，系嘛？我俾翻一个通知你，嗱入去要找数嘅，食饭都要找数啦，系咪？嗱，你可能会有呢个刑期嘅，你父母要知嘅。入場啦，一日就計一日錢，一日幾多日刑期就咁樣計嘅。法律就要付出代價，唔可以係冇代價嘅。即係唔可以話，港獨違反基本法之後冇後果嘅。咁呢個咧唔單止唔係法治，呢個係藐視法治。你要執法，你今日以香港刑事訴訟條例執法，而執法之後你結果唔中意嘅話，要特赦嘅，呢個唔係法治。OK， 呢个系用政治去支配法律，呢个绝对系错的。